今天是去修眉的日子，由于最近得到了一个大奖要被主办方抓去拍照，因此想说来好好的把自己的眉毛处理一下。我的眉毛超级超级浓的，根本杂草，要是没有定期修就会连起来的那种。还好后来 Meg 跟我推荐了，可以去那个 Benefit 的这个金湛店找 Ariel 做蜜蜡除眉，超赞超干净，这完全不是业配，根本拯救我人生，我推爆。这个是我们的蜜蜡，就是我们用蜜蜡修眉。那是珍珠蜜蜡，所以它就是贴上去，然后就是连根拔，它可以撑的时间会比较久，不会像一般像刀片刮完，它一下两三天你就是马上冒出那个毛根，然后会一颗一颗黑点点。可是用蜜蜡它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。那由于是用蜜蜡，所以多少会有一点点痛，但好处就是真的非常的干净。看完前后对比呢，应该就可以知道了。哎，我的眉毛真的是很浓，不知道我上辈子是不是蜡笔小新，还是亮晶看吉。